又到了一个邪恶的地方。哪里有邪恶？是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喜欢的地方，你自己讲。就是 Pokemon Center。这里是在池袋的太阳城里面。Hello， 喷火龙。露琪亚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是凤凰座，太像一只，真太像一只鸟。它是鸡吧？虽然它本来是鸡爪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、喔。你不能这样子讲，它神兽哦。哎、欸，这是王牛的百变怪，就是这个系列的先一部，然后还有这个咩力羊、迷你冰、迷你冰、破破袋，然后还有这个叫大尾翼。哇、哦，这好可爱哦！这抹茶，这可能季节限定哦，是吧？这是可以拿来当枕头睡，有没有记忆枕头？那皮卡丘好呆哦，超呆的。这是上次我来买的手机壳，我觉得很帅，现在都还在。我买的是这个500日元耶！哎，这是这个盒玩，拿个两盒好了。它总共有四种，那一二三分别就是进化过后的，那配上第四个，这是一次就是一次有三个，那就可以组合成这样很漂亮。我就是先买两盒。我们接下来要扭这个，对，就是上次去撒谎也有扭。我们上次扭的是这一个，对，扭到三只烛光鲤。那我们这次要扭的是这个，这次是出第八弹了，这是神奇宝贝中心限定的，就百变怪系列，好像叫变身吧百变怪。那这次出的有仙子伊布，这次也很想要这一个，然后迷你冰、大尾翼、美丽羊，还有破破袋。那这次最想要的是仙子伊布，这次很可爱。这只很可爱，我也喜欢这个。你喜欢这个？对，这边剩下一些，好，不然我就扭上面的。下面很满哎，还是你要扭下面？下面很满。我要扭上面的。好啊，这是决定。这是第八弹哦，这是第八弹。仙子伊布，仙子伊布是小蝴蝶结，好可爱哦，还有小蝴蝶结。仙子伊布。这个啦，大尾翼，等一下再开，等一下再开大尾翼。我下来了。对对对，下来下来下来。啊，没有重复啦，但是破破袋，破破袋很可爱，我觉得它上面真的很可爱。它百变袋是大只的。稍微哎、欸，对，这比较大，比较大只一点哦。哎、欸，你要扭几扭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想要大。哦。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太执着于扭一个，怎么啦？重复了，破破袋。重复了，破破袋。难哦，哦，冰淇淋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偷看？我看到了。冰淇淋，可爱的迷你冰。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三只。啊，又是迷你冰。那是迷你冰。一定不是，看你的脸我就知道了。仙子伊布，真的假的？耶，扭到了，圆满圆满圆。那我们去旁边看。好，这是我们总共转了六颗，还算可以啊。那我们就先猜最期待的仙子伊布。这只百变怪好可爱哦、喔，你看这只百变怪，好可爱哦、喔，仙子伊布。他的百变怪也是冰淇淋，对啊，好好笑哦。其实我们转到不是迷你冰，我们转到的是大便，很冷。迷你冰，迷你冰，迷你冰很可爱，很可爱。Next 是我第一个转出来的，大尾翼。那这是我们转到大尾翼，它可以放在它旁边一起哦困。可爱。好，下一个破破袋。破破袋是站在百变怪上面的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很可爱。然后百变怪头上有它的脚印。太好笑了。百变怪很暖哦、喔，嫩 Q 哦、喔，嫩 Q 哦、喔。希望第九弹出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再有机会来神奇宝贝中心来日本玩，但我连第九弹也会继续扭下去。再说，没有 Coco 了。我努力赚钱，我努力工作。我刚
刚去神奇宝贝村逛，因为实在时间太近了，上一次来是一个半月前而已，所以说其实东西没有太大差异，我想买的也都买了，所以我就这次就买了两个盒腕，然后还有两个宝贝球。这个盒腕呢，它总共有四种，前面三种就是单独的喷火龙、水箭龟跟妙蛙花。那第四种就是这三只一起。哦，小朋友的。对对对对，这三只就是其实单抽到这个也不错。对啊，很好哎。然后他们可以摆在一起，个别摆在一起，所以其实蛮没水准的，是说你买一套才会漂亮这样子。可是我去的时候只剩三盒，但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重复。我们比较熟悉就是小时候第一代御三家，所以说有这个。其实就会很开心，很想要，对，而且每一个都喜欢。好，这一盒比较重哦，这一盒比较重。然后这一盒看起来是一碗东西而已哦，比较重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是妙蛙花。不是，你不觉得会是他们三个吗？是吗？三个都很小只哎。但是三个会一起啊。哦。确定啊？不然我们先开这个比较轻的。好啊，开比较轻的。啊，我知道是谁了。你怎么可以偷摸？好，让你们看。我猜错了，真的耶，是御三家哎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所以说，只要看到另外一只，只要不是御三家，我们就可以摆在一起了。对啊，好开心哦！你看妙蛙种子，它的草，金龟水，小火龙，小火龙的火。如果这一只是喷火龙，我就真的很圆满了。这只是我摸不出来，该不会是一样的吧？我觉得圆满哎，不一样。喷火龙。哪个比较重吗？到底哪个比较重？明明两个都是一样的东西。开，哎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开宝贝球吧。它，你的重点就只是你想要宝贝球而已。对对对对，那它里面，哎，是神奇宝贝。是什么？哦，月神哎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哎，好，这还不错哎，它有附一颗糖果，就可以吃。蛮好吃的，葡萄口味的。皮卡丘，哎，皮卡丘也好可爱哦，皮卡丘。这皮卡丘的眼睛跟腮红也太大了吧？太萌了吧！来，它背后面好萌哦。来来，小朋友，糖果再给你吃。好，就先圆满完成。期待下一次的 Pokémon 森塔。Thank you.